用这种弹啊，那问题是，就算你弹出来的时候，你弹一小节好了，你等到一改了和弦，你糟糕，根本就叫不出来了的。因为你们这个，我常讲那个要融到血液里面去，那这个，所以这种东西没办法，就是你自己平常就，那像我们这种，就是以前在舞台上面就被磨出来，然后有时候我自己也打贝斯。贝斯其实，贝斯有个长处。我如果今天不会打贝斯的话，我可能也没办法，节奏也没办法，就是这么多呢。就是因为你这个节奏啊，那个贝斯每天都在那个都是在跟鼓为伍嘛，都是在那边跟着鼓在这个为那节奏在跑呢。所以你会听到那个咚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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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
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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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这个就是Soul Rock 那三个音的系统呢。那这些都要，我常常讲，所以那个节奏要绕到你的血里面去，你才有办法的。那可是这些也就是等于说也是一样，从先从简单的练呢、啊，比如说你 Alt Leaf 就是先从简单的练，比如说加个节奏啊，加个九度啊，那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。Thank you.
像这首歌哦，那什么 Fly Me to the Moon， 我是第一次弹降E调，那已经弹上去了，就没法硬着头皮把它弹出来，降E调。